家好，我是海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颜值非常高的莓莓牛油果。这款产品呢，使用了水晶冻作为小料，搭配新鲜的草莓以及清香的牛油果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。杯中加入80克的草莓，5毫升的果糖，用柠檬锤将它捣烂，加入100克的水晶冻。冰沙杯中加入100毫升的稀酸奶，40毫升的果糖，加冰块到350的刻度线，50克的牛油果，打成冰沙。倒入到杯子中。那这杯产品就做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喽。了解更多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"小兔奔跑商业学堂"，记得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